集体的狮子头啊，跟玩的核桃一样，看到没？鼓包的，大脑袋鼓包的。完了，还有这一只高背的，老漂亮了，这尾巴都老大了，看到没？这尾巴都老大了。唯一的毛病就是贵。对，唯一的毛病老板说了就是贵啊，这才叫极品啊，极品在这。哇塞，这脑袋真漂亮啊，龙须，每条都是龙须的，而且不扭曲，超级漂亮的。有喜欢的啊，可以双击评论666。